你走了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有特别回去看了一下，我们打了多久？1949-1949-559吧，反正就是差十秒就输了。我刚真的也是快放弃了。我已经放弃了。怎么可能？你已经走了，我的输出一定会不够啊。一个人就过了。一个钩爪就过了。哎、欸，有没有增加钩爪伤害的啊？应该是没有了。用钩爪，投射，用钩爪物吧，投射物的那个吧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啊。黄眼。那个投射物是只有增加而已，没有增加伤害。哦，不会加伤害是不是？不会加伤害。到8000万岁喽！玩得好。远望机场，开出。断尾哦，断尾了，已经断了。好耶！是网爆了。好耶！这样长成了城墙巫妖王。勾一个。你是要造成伤害、欸、我要死掉了。所以冲枪是轻武器吗？可是它是重，它是可以有掉落物的重武器。对啊，为什么我不懂为什么它会可以升掉落物？我升掉落物，哎。哎我可以升掉落物，也可以造成伤害，可是那个条件是什么？啊，可能就是那个位置不会再掉了。哦，对，好像一个部位只能掉几次，听他们这样讲。哦，来挖尾巴喽。是。缅怀江江。仿佛还听得到他的打嗝声一样。嘿，我看到他嘞，哎，我开红了。我觉得这很棒哎。你说那个会变成那个跳台啊？对啊，对我来说很棒哎。棒 ，James Bond。哎。刚刚打的那个地方在哪里、啊？上面平台。骨髓龙家。一层。这是我爸爸买给我的。金座龙斗士。好了，它底下很多个冰浪你跳哎、欸，小平台，太浪，这可以吗？啊到啊到谁把他打了 ？Nice， 你把我的平台打掉了。哇，你有大平台，这是我梦想的平台，你把我的梦想毁了。Nice。哎、欸，看那边是上面的那个广场。现成辣妹哦！为什么你们家鸟那么会叫、啊？就很白痴啊！我们家养的那只虽然也会乱叫，可是不会叫那么夸张。对啊，品种问题。这只是和尚啊，和尚本身就很吵。
那可能是跟、嗯、跟那个狗界的吉娃娃还是博美差不多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马尔济斯，马尔济斯，马尔济斯。哦，狂跳，不可以连跳三座墙，好爽、哦！看你好好、哦。打你屁屁，打你屁屁！哇哇！你没事，扇他一巴掌。我黄眼黄眼黄眼。哦，我懂你意思了。一动一撞。不行了，对不起，这边太远了。没事，那就这样吧。哇塞！怎么了？准备晕下，还没躺地板又晕另外一边。歪了。这只鸟，它的叫声是咯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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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多好？什么鬼啊？少女叫咯咯的声音，咯咯咯咯咯，好像有点恐怖。讲一讲自己都觉得很怕。楼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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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楼上。那就楼上吧。还要叫坐骑？我懂啊。尬车！哎、欸，要停下来，要停下来，要停下来，他还没睡哦。睡了吗？睡了，睡了。团起跳！哎、欸，这只是怎样？这只想干嘛？啊，路过而已，路过而已。那撞了吗？那只是坐骑啊。哇，撞了吗？撞啊！我在脸上哎、欸，轻枪松松，枪。哇！没有。嗯。我要跟我那自豪的大。大香肠，大热狗。合照。来了，我感受到了。哟、哦，真的哎。有，我感受到了。淋浴哎。刚。Yeah. 我的黄体龙又出现了。啊，你卡到哟！啊！要打什么？接下来？哟，我的素材好了，可以打你们的了。将将缺爆锤，是的。
那你自己有吗？泡水的。有，等我一下哦。那还不开？我正在看我的猫要去哪里探那个旅行。你说咪咪吗？他要离开你了。好了。看你。也好是怎样？该让他出去见见世面。而且才隔着一片玻璃窗看到别的猫，然后他就超凶的对他哈气。我妈就说念胆小。好吧，我又缺冰咒的东西。他接了，打完场再打冰咒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欸、没有啦，我没事，对不起。我没有讲话。我们一只一只来。我没有讲话，我没有讲话，我没有讲话。暴力灰烬衣，要做一下哦。生长装备七，单手剑。有人用餐券吗？强化装备。哎、欸，我的炮术现在才啊！哎、欸，我没摔到五等啊，好悲哦、喔！菜，还是菜。Herper，你们俩先进去。要，要听话。你不来，我不离开。江江。啊，曹阳，可以走了。我就坐在这边泡猪汤了。我哎、欸，我要塞珠子啊！我需要塞珠子啊，会有点久啊。你懂塞珠子要多久吗？我不懂，我没有入珠过。靠！哎、欸，买停。你是傻？十二点就可以放学了，一点了。嗯，我有。啊？我也好想要十二点就放学走的。我也想啊。真的不走，不走，我走了。等一下了，你这样我很紧张，你们先走啦。干嘛、啊？到底在？我在塞珠子，我很怕。他在露珠。靠呀、啊！家户、啊，我的家户又跑。那我要先走吗？先走啦。家户破坏王，破坏王，破坏王，重击珠吗？重击珠，我不需要，来插个地质穴。我被丢包在矿前面呢。地质穴，啊也才能挖两次而已。嗯，不会。I see you。哎、欸，听说纯水晶在背上，是不是？还是我记错了？在那个，哎、欸，好像是他背上哦，我觉得会挖到。好，没挖到。有没有友好啊？好大颗哦！
这里好拖啊，金钗塞塞啦，减轻胆怯。啊，什么破坏 KO？ 嗯，那是什么？转祸为福是几个洞啊？懂啊懂啊，靠，我以为断线了那一幅。转祸为福是什么东西？几个洞啊？那个我不知道，新的珠子不认识。哦，可是听说还蛮厉害的。哎，然后叫什么符珠对不对？转符珠。转祸为福，三格洞。好，没有洞了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岛。哎呀，那个嘞，死两次那个是什么猪？不知。几个啊？我记得是一个洞欸，是吗？我忘记珠子的名字了欸，太少用到了。秘境珠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感谢。哎呦，我怎么看到瞬移？哎呀，没躲掉。好了，片手初体验。哦。可以撞。我被空降啦！哎，哇！哎，他，他打到我脆弱的那一面。
起来，不起来，不起来，不起来，要被烫死，要被打死了。哎、欸！哦靠！滚到一颗落石前面被打。我在躲我后面的石头，就会滚到前面。哎、欸！哎、欸！我看到鬼哦。有人断线是不是？他停不下来。我看到他，我看到他突然不见哎、欸，完了，我觉得等一下有人断线了。哦、我看到断线的画面。断线的画面了。对。好难打，苏辉，救我，救救！爆水变，爆水变，爆水现在变成暴力了。哎。哦，等一下我还在当锤子玩，等一下了，还想蓄力耶。哦，完了，我晕了。哦，是啊。哦，没事，我们。太难打了吧，这什么鬼啊，多灾多难，很痛耶。对啊，痛痛是没关系，只是他会突然顺到我面前来，我吓到。什么话能开啊，看翻新啊。嗯，江江那边好像会吃饭。哦不，我的植物把我算东西烧了，植物没擦啦，懒得拿了。爆锤吗？嗯，对。接。自从见不到直升组所长之后，就一直一直没有去照顾他。见不到什么意思？哈，我说自从见不到直升所所长之后，见不到，见不到，他就隔壁啊，不是所长啊，所长本人，所长本人在新城。OK， 向前，看来需要的是不是达人猪，而是体力猪。我也没有转辅助啊。逆境。所以转祸为福的技能。要看一下。技能发动时，基础攻击力加12，属性值加30，异常，状态异常的累积值变为1.05倍。所以什么是技能发动？判定是什么？解除状态异常或属性异常状态属性。哦，就是你吃了一个打消果实，你就会变强。
好像是这样。哇，是这样。好猛。就是你先故意去给火烧，去打架。欸，不用去打架啊，滚三圈你就变强了。哦，是呢。呢。这么快啊！我请客呢啊！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下。绿绿的东西，帽子吗？哈喽，奈斯不打哦，那我们走喽。奈斯不打走喽。应该没有了，以后要卖那个零的了。应该没有，没有货了。一直不想打了。应该是没有了啦。那是怎么了？我们太累了，是不是？别加个门好吗？很伤感情耶。那就刚刚那场只有他没死而已嘛，啊不就对啊，That's right。哎，我没吃饭，我趴在这边尿尿。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去尿尿。到了，我到了。我的饭，他转走了，对，他跑了。哦，红红的。都叫姐姐进来跟你玩。哎、欸。不要不要出来。爆裂爆裂爆裂！啊，好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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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！出发！蒙牛，哎、欸，阿牛阿牛，哎呦，还没起来还可以再撞第二次，就对了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刚刚没起来就把他撞了。我很屌、哦，我不是啊，我捡东西啦。现在有点会玩了哦。会哟、哦，有落石可以砸、哦，这边有两颗，得用。
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哦呦！嘿、欸！没了，对不对？另外一颗不见了。啊，另外一颗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啊、好像是某牛龙刚撞掉的。靠北啊！那他吸你。Oh shit, oh shit, oh shit. 不行，不能玩了，要死了。看到黄路了，啊，跌倒！原来是火焰球，好，我给你拍给你看。可以。嗯 ，PC 版，不错。滚过来就生气，哎呦！哎、欸、啊，撞下来！有有有有有！哦，都有救他了。哦哦哦，好恐怖。麻痹瓦斯蛙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爆炸蛙。
我看到了，屁股有一颗没看到。哦，有人走上来咯，阿怒来了。阿狂不是比较好听吗？哇塞哇塞哇塞！倒了倒了倒了！五百五百，好爽哎、欸！阿狂可以中他，哇哇哇哇！爆锤会不会被他弄死啊？哎，对，哎，问他，问宝可梦大师，现在是还没啊。哎，够了！来吃它哎！好恐怖啊、哦！他这个在地上爬的暴鳞龙啊！